实在是失败了的话，也没关系，我就养你了。曾经那个坐在我后座的小姑娘，有一天突然就长大了。只要有我桑稚在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段嘉许，甚至还先我一步，在阳光下回头等我。我们不会吵架了，但如果是吵架了，当天吵架得当天和好。当天吵，当天和好。这个说得好。对，什么呢你？不是，异地恋攻略。哦，就是你知道，有很多异地恋的情侣会发生很多的问题。所以你是不放心我，在担心我呢？没有。我曾经偷偷地藏起我对他的心思，追上他的脚步。当我来到他身边后，我才发现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，他也在努力地奔向我。如果不是桑稚，我这辈子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要更坚定自己就是最好的，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段嘉许。他帮我走出了过去，而我会负责他的未来。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的爱，是你突然让我很想试试看，去爱一个人不顾所有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